在这里啊。那还真的有哎。猪猪，可怜的猪猪，你怎么了？猪猪分局于29日接获110通报，有猪只在台七十四快速道路上逃窜，导致交通阻碍。警方获报后立即赶往现场，先行于现场圈围戒护，并通报相关单位园林公务段，合力将该猪只围捕，立即排除道路障碍，恢复交通顺畅。本案警方将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，开罚新台币处18000元以下罚款；若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，将吊扣或吊销驾照。